好，接下来这个是一个胖子的虎人伎俩中，很贱的想一张牌的表演是，好，这个先生，请你随便的想一张牌， okay. 随便是吧？黑桃四吧。黑桃四，改不改了？不改了。你可以换的。我不想换。不想换。不换不换。那这副蓝背的牌放在这里，表演之前一直没有人动过它，对吧？嗯，对。好，你说的是黑桃四。黑桃四。如果这张牌是黑桃四的话，你觉得可能吗？不可能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我们来看一看，哒哒哒。哎，不是，肯定不是啊！是的话就非常神奇了嘛，对吧？你说的是黑桃四，黑桃四是吧？嗯，对，里面有，我们找一下这边黑桃，哎，黑桃四在这里，对吧？黑桃四在这里。好，我说过变之前呢，我没有人碰到过这副牌，对吧？对。好，你说的是黑桃四是吧？对，当当当当，嘣！哎，